主料，对虾500克，白菜300克，辅料，葱10克，姜5克，盐5克，花生油25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对虾洗净去虚控水备用。白菜叶用手撕成块洗净，白菜帮用刀片成片洗净，姜切丝葱切小段，热锅后别放油，放入洗好的白菜翻炒，翻炒至白菜变软出水，蒸出备用。另起锅下油，先放入少许姜丝炝锅，再放入大虾翻炒，炒出虾油，放入白菜、葱姜，大火翻炒几分钟，加盐调味，翻炒均匀出锅即可。盛盘，一盘美味的大虾烧白菜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一定要先炒白菜再炒虾；二、炒白菜时不要放油，干炒；三、不要加水；四、不能加味精、鸡精，只需加盐调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